没错，今天比赛是相当重量级的，也是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一场赛事。那么今天的比赛就会决定谁是我们卷甲地龙最后真正的代表。那么今天的比赛就是由昨天各自击败了他们可敬的对手的 LP33与金色狂风6来争夺我们卷甲地龙区最终的代表权。嘎橘子，等等，哎，神说嘛，哎，点后一个，点后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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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双门一个，哎，双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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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被穿 ，Kimo 啊，快走 ！Nice，Nice。LP33在 A Sure 这边是摆出了重兵要打配合的，谁要跟着 Drone， 谁会做这个牺牲？对方听到 Drone 可能会跳出来，直接给你断断。应该是要跳出来冲，跳出来拼。谁负责打？很有耐心，有看到，要帮他拦一下。哦，肯特已经配了一个震动断层了，其实配的超级美了。对，而且点上这边有枪支的优势，虽然说其实一开始都有点泼身体，但9Q还是顶住。哦，可是 Pomo Man 拿到这个20之后，反而打了两个，多让你掉了一把是比较伤一点点了。然后，哎，还有，点后一只，罗，点后两个。哎，那个 A link 可以干，一个 CT， 一个 CT， 可以下吗？可以下吗？不急不急，我要去看屁股了。A 小，我只能看一下，我只能看一下。二楼倒，二楼倒，没有没有，都正面，都正面。OK， 二楼。Nice， 打到。哇，队友回来窗口位，帮忙的速度很快。没错，所以他也是卡一个临界值，狗在打到，哦，可德出来做一个补枪，但这个狙是有点炮的，可惜差了一点点。可德再打到了一个，打出来了，这边还要再往这打，输要冲啊，现在人数劣势，还要再拼。这边打技能的同时，间被对方拉出来，肯特第三杀，最后一只情报，家里这个是知道的，所以选择打已知情报的那一边二加一出来，左边肯特第四杀，漂亮，再甚至把大狙了，甚至把大狙。我怎么打成这个样子？等一下侦察剑会好，所以可以等下一轮技能，不用急。你碰包我才教技能哦。可是肯特在绕，他可能会过那个时间轴。这时候杰提是选择去找人打的，是血生哥找不到人啊。好，你碰包，他换枪，他换步枪了，拿过来有机会啊，被打掉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还是这个包，他确实是在防点后的。是血生哥拉出来，哎呀，拆一半之后马上提枪，生哥这个时候探出来的时间点也是正确的，没错。肯特这波残局处理也真的漂亮，哎，廖总喊暂停，但没有拿下这一回合，有点可惜。哎，这把你们要打看直接那个全钢炮，他们有招应该就是完全放点在手，他们有练那个回防的配套，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波 A 点交很少技能，然后直接摸进去，然后装包，然后跟他那个拼手包战进攻的节奏，你们中路先放慢一些，就是你可以让边线多摸一点，不管是双门或是 B 点，你摸一半然后再退出来那种，他的凯之后就会直接回到 B 点，一定要绑一个人防守了。我跟你说 ，C 点你们可以做一个就是送9Q 进去 C 点，然后全部大转 A 的打法，所以如果你 C 点只要做一点的 fake。他 A 点的回防就回去了，你 A 点那波再打0.5拍就会进了，懂我意思吗？而且 H 的深度已经被读出来了。哎呀 ，Sweet Camper 他是有设防的，但是狗哥顶下来。今天这个角度不知道为什么龟狗就不太好对。哦，森哥再打到一个关键的击杀，甩进的时候的嘴巴在烟里面，但是进去第二波魔王是有点炮枪的 ，Camper 打赢经典这一只也有接住，拿下这一分，掉两把还可以接受。好，走，再进点了，下吧，到了，进场。给你哦，进了，连那一只，好事，还有两个，等我，三个都在点上。他是相信自己的枪的，所以这边廖显廷又喊暂停。你们说我要不要那个、A 点放防？而且我觉得你们前点要跟他们对，因为他们现在节奏其实打老实讲偏慢，然后狙击前起出来以后，你解放 A 点或 C 点都会很好打，然后不要因为无人机就调防，你们现在调防有一点太快了。然后这把我觉得可以放 A 点，你 A 点直接放给他，然后让他直接打就好。然后你用那个大招来回防。阿森就站靠 B， 你们那个 A 点摆一个肯特就好，然后你 BC 摆两只，可以吗 ？OK 吧？好。然后前点其实真的可以对，没关系，因为你们前点只要有对，他们很多都是进走出来送的。下吧，可以丢大。凯特在那，没大绝反制啊。二楼下。好了，进你一个。哎，小输了，哎小。好了，牛逼啊！对哦，不教我。现在肯特就是这个边线，装 A 装 B， 他都是后操的部队。对，就他这里最直白的方就是先保命最重要。没错，对，就三个人都是三个人都是 B， 你要对枪，你已经走到非常深的深度，肯特没问题，及时到位，很冷静。右边一只，
右边是潘吉，我被震了，差一半了，我差一半了，我差一半了，倒了倒了倒了，嘎橘子嘎橘子，猜，好了，我一样，我怎么那么低？还好，顶穿，再来。一左一右投线，反而是狗哥先看到劣势角度，必须他从右边插过来。这个只能应对了。看看后面九 Q 来窗口之后，双人夹击，但不给你对的机会。有点难度，有对的机会，打出一个夹击，后面有点炮，可惜了。还好 Sweet Camper 是补两个，但也是极限。哇，那一波肯特关键炮枪，13-9 LP 33成功的拿下了他们今天的自选图，一落进地。那第二张来到了金色狂风自选的意境空岛。好 ，A 小，他们应该是赌 B， 打 A， 我靠了，见不到，如果要来，你至少要到中路。我回本先组。哎，我这边 A 大一点。啊。门我不关喽、哦。A 大还有一个机会有人哦 ，A 大还有机会有人哦。那小心，你看 A 的，好哟，那你还可以关门，可以关门，可以关门。要抓你枪，没跑吗？完蛋，破产。哇，九 Q 这边摸进去没有查左边的位置，三个角度打慢都被对方抓了，只有肯特捞到一个，又在中轴的位置补人，直接换家了，变成我在你的这个 CT 家。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太好的，不是个太好的讯号。对，从刚刚到现在其实都很依赖肯特，在混战中从中轴这边摸人，没看到，捞到他退到最后一线，帮助 Kemomo 去清 CT 家的人哦。那这样剩下的情报就知道不是 B 大就是中路了。是的，对，因为中路门还没有掉，所以知道一。是这里，所以干摸第一个，第二只 Kemomo 虽然说是第二个打身体，但还是把握住了。残局让金色狂风成功拿下，是吧？要半截。防推其实做很好，但我跟你说，我提供一个想法，我觉得他现在很明显是他就是让狗哥扛一个单边，然后他单边因为他是扫人边，所以他人一定会站得很固定，所以 A 点他就是要么那两箱之后，要么就是 Hill 下，你们可以尝试去听凯州的道具，你们 A B 点去听凯州的道具哪里，然后就直接往凯州那边去打，但是打之前记得那个刀就直接往他脸上去插，因为他自己一定打不掉。然后 B 点，他大几率会在那个楼梯那边，然后或者是就船屋两个点。那你插楼梯没有，那就应该是船屋了。好，如果能封到技能，那波就直接听到凯洛技能在哪里就打哪里就好。那其他剩下靠你们喽，加油！我已经看完了，我被摆了，我都没见，狙击海米，海米的跟 B， 哇，中了一个。Heaven 补过来的龟狗也是一枪被点掉，哇，那这样子二回事。刀 A 这一个剑没有办法剑掉残血的，第二次的尝试有一个二打三，有一个是残血的，顺风是还有谁去拉枪线，还是很不好回，不过碰面的状态也很好，撂下来第一个一打一，对，碰面打赢了，抽一枪，哇，但是碰面那边打过了，所以马上九十度角补枪，9-4 ，A G 了，我中了，中了，好，大中，提醒掉，看你标点 ，T B 进来了，我不打，我不打，没有经典。我用火系之歌，牛逼！有哎，我们好像可以按暂停提醒你们，然后你们按拒绝就可以那个提醒你们按 tab。因为而且我觉得有很大的几率，他那个狗哥要拿来做那个 B 点阳攻，或是 A 点阳，就是他会到那个可以插大的点，然后开一个假大绝，然后跟你们做这些鬼子拉扯。不要因为他开一个大绝就直接那个会不会？我走，我刚刚捞了一个尸体，好爽！那你捞我的尸体啊？妈的嘞，操！我鞭尸狂魔，不然我枪械拉成这样，不能这样吧，老哥？那个 frig 一样死。那我拉。我这样子拉干，他们三个人在看我哎。是啊，我刚打一个班。其实狂风剩下两个人，有些尴尬也被点出来，这个位置超闪，但是可能他还是反身杀掉 Toss， 非常好的一个背闪。右边，但是这个狙击没有奏效情况下，一个人负责勾，所以 Kemper 先打掉了一个老猎者之怒，帮助自己的队友有飙到。直接把这个大招，但是差了一点点的攻击方的这个全面封锁没办法清掉 ，Sweet Camper 没有操作空间了，选择反拍时间还是非常紧的。再补个道具，像他那样，但是被打掉了，是成功退掉。哇 ，Sweet Camper 跟肯特两个人90度的 Heaven 跟 A 小各自把自己的单兵发挥到极致，这也是一动一静。肯特在这个位置是完全大跑动声音爆位，而且还同时躲掉了闪光之后再反杀。我很怕他在这边。B 点，我这边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我可以再死。我被躲。
眼内高空闪光一颗，来。太慢了，干嘛？我看到两只在里面，两只进狗哥应该是边。哎、欸，你刚看到？这边有三只，三个。房屋啊，没压好。Sorry， 还要队长，还要按暂停嘞，干下个三招，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哦。对，但三打三，来 A 小肯特出来的这个一对一。能不能把这个 A 小清掉很关键，有检查的话 Rap16 的状态是很差的，是的，拉出去摇摇看，肯德是有防范，嗯，还是经验老道，嗯，好，火一个位置，然后等一下队友把 A 小的门给打破，一起做夹击 Hell 拉出来，剩下最后一只了，这个刀有被刀到，确定了，一只位置跳下来直接打一只，看这里是 Popo Man 欸，一点战神，但 9Q 站在上面打到一下脚，高低双架，两个都打残血，但对方没有时间 reload， 所以只能拼一发，用一个梦魇器去拖时间，电剑好，直接电掉，枪打不赢你，因为你是 Popo Man， 你厉害，我电剑了。他可能看一下，啊，这是 Popo Man， 尊重。我们先躲枪后，来看一下有什么道具，好不？有防范，不再让你穿了。当然是肯特，他在那边等很久了。四个回合了，就看谁要来撞我的这个中路。嗯、肯特拦住第一排，还要跟 Kimomo 一起守这个包垫，拉出去摇一个，而且掉包第二次，有没有第三个？不急，效果已经很好了。对，因为有这一个烈者中路一起做驱赶的，只剩下最后一只。有在关门之前，十二比十一。这次意图似乎也太明显了。嗯，现在针对双方的资源量，廖总喊出了暂停。对、嗯、，OK 啊，你们玩就好。我知道跟你们讲他们要浓球了，去打那个前点，直接跟他打就好。那要不要开三 A 啊？我觉得开三 A。开三 A， 我跟 Vigo 手 P 人就好，你们三个主动去打 A 面口的位置 ，A 小开局先放没关系。好 ，Vigo 你的炮台放这里，一叫我会垫肩。九 Q 你就贴左底，你就贴左底，我一定会 cover 你。好，那狙给我，狙给我，来来来。如果他们缴很多技能，就直接退回来吧。我们守点呢？我怎么知道什么？你说那个比赛看到那个按暂停教练没在讲话、啊？打打不错，你看你发狙给他，我要买技能。好，这个十 K 先不编哦。哇，但是那边可惜狙击 ，16 拿了三只。是的，现在已知都在 A 射，大家对好这个烟的位置进场，可以帮忙倒地。打头位没有办法打到，只拿到一只，恭喜 LP 三三来到二比零，成功率先听牌。